这是七夕前要让对象做给你的第二道菜。洋葱炒至半透明，加入杏鲍菇，肥牛自然是多多的，简单的调下味。不喜欢吃辣的可以少放点小米辣。趁着焖米饭的时间，我们来做一个甜品。熬糖的时候要注意，微黄冒大气泡的时候倒入小苏打，等到把苏打搅匀了，就可以直接倒出来了。冷却后就会像我这样酥脆，可以直接嚼着吃，也可以用来泡牛奶。肥牛里面夹杂的金针菇，口感更丰富，而且超下饭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